本人在这里诚挚的呼吁最强母亲侯友宜，请你公开站出来宣布参选总统。面对黑金的议题，我相信这是普世价值，尤其身为从警政出身的，不忘初心，面对黑金我们一定要严峻拒绝，也要很清楚我们的目标和方向，这才符合人民的期待，人民的期盼。国民党需要一个2024最强的母亲，本人在这里诚挚的呼吁最强母亲侯友宜，请你公开站出来宣布参选总统，让你一起带领台湾73个单一选区的国民党立委能够打赢2024的总统选战。有任何侯市长需要的地方，我们大家都会全力以赴。选测会如果不尽理想，也请侯市长来接管选测会。台湾需要英雄，希望侯市长能够承担大任。我现在是新北市长，我们一定会跟所有县市合作以外，把市政做好。更重要的，我们对党也有很多的期许，只要我们能够做到的，该做的事，我们都会一起做。